大家好，我是李嘉国嘉熙分行 Joyce Lee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84个人龙湾的单位，而我现在正正身处人龙湾的门口，只是在人龙湾门口都可以见到人龙湾的设计是相当之气派。想在繁忙城市里面找到一个居住舒适的地方，人龙湾绝对是值得你考虑范围之内。这个是910尺三房一套加工人房的单位，大家跟我入嚟睇下，一入门就见到有一个好大好阔嘅客厅，左边有一个露台、厨房同埋工人房。个单位业主自己住紧，大部分做咗日常家私。由于冇露台，所以显得个厅更加实用。这间是细房，都是做了日常家私。值得留意的是，打开这个柜，原来呢是一张床来的。这个第二间房可以见到空间利用很好。这个是主人房，这间屋的两个洗手间都是光设来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主人房原来还有一个小天地，推开个露台门仲可以望到小区海景同埋内园景。我哋再嚟睇下呢间厨房，工人房就喺厨房入面。呢个就系客厅左边嘅露台。我哋今日嘅介绍就到呢度啦。想知多啲，请记得联络我啦，我叫 Joyce Lee， 拜拜。